大家好啊，今日是2002年10月24号的早上，我们现在在英国的劳顿机场准备搭飞机去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啦，准备登机啦，拜。终于到了机场，贝尔格莱德机场啦。机场里面找到有几个 ATM 机，但是银联可以有银联标志的就只得一个，但是我们试过用招行的卡都唔得咯，咁其他就 Master Visa 就肯定得啦。我记得啦，得啦。哦，而家可以啊？三万五可以咯。而家头先仲以为唔得先。做咩啊？你想上镜啊？好啊。No. Hi。除了呢啲 ATM 機之外咧，我另外一邊都仲有兩部嗰啲自助換鈔機，即係譬如你攞歐元或者攞英鎊，你今日都可以喺機上面自己操作嘅，都好方便。在嗰度櫃台又可以買電話卡，就呢個機場都好細，就喺行李攞行李嘅地方可以揾到噶啦。24小時的自助換匯的機，英鎊1.4，